在下手里这一卷八厘米的影片，是太极武艺陆禅学派杨家第四代宗师杨守忠先生，在民国65年，当他70岁的时候，在香港他的寓所里，由他的女儿所拍摄的，也是杨家宗师180年来唯一的一部太极拳动作的记录影片。现在现映的影片里，后面的动作示范部分，就是这部影片放大反制而成的。杨守忠套拳动作示范。斜飞捧，蓝雀尾，翻身单鞭，提手上势，白鹤亮翅，左搂膝傲步，收回琵琶，左搂膝傲步，上步右搂膝傲步，上步左搂膝傲步，收回琵琶，左搂膝傲步，进入斑斓锤，如风似壁，十字手，抱虎归山，单鞭，肘底锤，倒捻喉，倒捻喉，倒捻喉，斜飞式，提手上势，白鹤亮翅，左搂膝傲步，海底针，扇通背，翻身撇身锤，进步斑斓锤，上步蓝雀尾，单鞭，云手，云手，云手，变单鞭，高探马，右分脚，左分脚，转身蹬脚，搂膝傲步，搂膝傲步，呆锤，翻身撇身锤，进步斑斓锤，上步右起脚，左打虎，右打虎，回身右蹬脚，双峰贯耳，上步左蹬脚，转身上步右蹬脚，进步斑斓锤，如风似壁，
十字手，抱虎归山。结单边，野马分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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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上部蓝雀尾。单边，右玉女穿梭，左玉女穿梭，右玉女穿梭，左玉女穿梭。斜飞鹏，上部蓝雀尾，单边，云手，云手，单边，蛇身下势。左右金鸡独立，倒碾猴，倒碾猴，倒碾猴，斜飞式，提手上势，白鹤亮翅，楼西傲步。海底针，扇通背，翻身，白蛇吐信，进步，斑斓锤，上步，揽雀尾，单边。单边，高探马，穿掌，翻身，狮子腿，指单锤，上步，揽雀尾，单边，蛇身下势。上步七星，背部跨虎，转身，双百连，弯弓射虎，进步，斑斓锤，如风似壁，十字手，合太极。